也是孕妈咪最爱的基本款，这个一定对啊。我想再来门市的话，很多人他看到最后买单的都是这种系列的，对，都是这种系列的，很妙。虽然就是大家看都很想试穿那个很花的，反正最后都是对，最后买单都是这种。我来门市其实我都发现，这种就是买单率特高，就是特别高。通常这种其实真的就是还蛮休闲，然后再就是它可以收拾孕妈咪的那种身形，他们就是喜欢这种版型，然后又实穿啦，又单价又不会太高，就是也是女装哈，只是它是做散摆的哈，然后就是怀孕可以穿。产后也可以穿，抽绳你可以自己依照自己腰围的大小去调整，所以怀孕也可以有腰身，产后你也不用怕太大件，因为一样可以调整。那你们看它其实还算有弹性的，而且就是妈妈可以自己去做调整，弹性还有空间这样子，这不用搭配又实穿，对。然后你看啊，侧边还有这样子，重点又是有口袋，有口袋，然后又闪状可以让你们穿到身，然后腰围你看 Remy 叫你们绑哦，你先拉紧之后要往上，要拉到很紧，拉紧拉紧，拉紧一点，对，拉越紧腰越瘦有没有？但是不要勒到自己哈，拉越紧腰越细，对对对。你可以给他，就是给他反折，这样子也 OK。这样你的腰身就会非常的高哈。这个就是孕妈咪都很喜欢抽绳，就这样啊，产后也可以继续穿。你们先看材质，一般薄棉哈，一般薄棉，它甚至属于磨毛棉嘛。